我觉得你超不要脸的，因为你居然叫红人帮帮你蜡烛，一定要18岁，你怎么敢啊？哎、欸，你们怎么说话？我哪有？我是说20，感觉有点诈骗的嫌疑耶。我是说20，18岁也不像哦。好啦，好啦，那该大家帮你唱生日快乐歌，你要许愿啊。许愿。好，那第一个愿望呢，我希望就是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呢，在我之后的每一场，河岸或者是更中型 legacy 或者是更大型的 life， 你跟我讲好听好不好？哎呀，自信一点好不好？就算是小巨蛋，我都希望看到你们每一个人的面孔，好不好？然后一样是第一个愿望。哎、欸，快点啦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啦，等一下啦。希望呢，在场每一个人呢，都可以身体健康，这很重要。然后，希望，第二个愿望，希望呢，我的音乐这条路呢，可以走得很顺。然后，接下来的第四张专辑可以一飞冲天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。第三个愿望，等一下，因为我很不会心中默念。那个打火机，那个要快要熄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八岁加零的，快点快点快吹！小伙子，你懂吗？哎，你要干嘛？发不见了。好来了。好嗨哦！哎，都是你才嗨吧？我来，都是我刚校的同学。快点冷场了。接下来是谁？是啊，你真的要走接下来路线吗？把它拿下去啊，各位！我们帮你切完啦，赶快唱歌吧，拜拜！谢喽，谢谢 Apple 跟那个那个男的很酷，那个男的很酷，你要不要知道他现在在干嘛？干嘛？他现在是年代的主播哎、欸。记得要锁定他的主播时段，可是如果你够厉害的话，因为他时段都是早上6点到7点。